小弟嘅 Team of Year 十一人，德国人龙门达史特根，细佬嗰个迪奥官迪云迪克，右后卫费南邦又系荷兰客，中场得两件，搞乜鬼计？俾个英国人比灵咸俾你睇，维华的无敌拉乌龟，麦包皮左边就大把空位，沙拿炸你脚头爆你右边位，前锋竟然系放呢两位，利云搭斯加文应该有计。配搭最实用，我哋揾阵债。开台啦，开台啦！十点交又要睇，大哥听到嘛？听到嘛？声音画面有冇问题啊？四妹翻咗嚟香港啦，租仔又去粗腰又去咗日本喎、啊。咩叫系咪练咗气功啊？揾只债！提提大家啊，今晚 Team of the Year 咧 FC 24啊将会公布噶啦。啊！要公布啊！哇，去咁耐咧，四妹要细声啲啊！斋，好难喎、啊，要 keep 住细。明天都会有特别直播，有重量级嘉宾，冇错。听日我哋都会有特别嘉宾同特别直播嘅，大家要注意啊！啊，知唔知？咁啊，今日就星期五啊，星期五我哋就系要煲上啲好人啊，惩罚坏人啊，铁甲威龙咧又要再次出动噶啦。咁啊，有啲人话要惩罚嘅，第一个要惩罚咩啊？惩教主啊，惩教主有单大新闻啊，大家知唔知道？就系、是、有人咧喺惩教主喺度玩欺凌囚犯啊！啊！我打过呢一档系咪低能啊？黐线啊！等等先，我一阵再同你哋倾偈，记得要射蕉啊，记唔记得？弱点真系巨龙，搞掂。护盾。匿翻入去先，超难玩呢度，点解会棘住嘅？巨龙兽射到你下体爆裂 ，shit， 入弹先，好，防护罩，捉翻入去。抵啦！巨龙已被轰爆，报告队长，对面嘅巨龙已被射爆，绝子绝孙。点解呢两个囚犯喺度睇紧书？哇！我冇睇错啊！打到兵荒马乱喺度睇紧书。抵啦，以阵亡了，我哋稳阵债。啊！你错过咗你嘅机会，呢个排列好差。
佢话机械战警，话波波卡快啲打俾咩？杰瑞 Jerry 詹金斯，佢咩写紧剧本啊？导演啊？你黐线噶？你咪拍紧戏啊？你老板打死你个契弟，你老板，你真系唔识死嘅老友。点解掉唔到佢？顶你个肺！有冇油桶啊？呢个食屎啦！我已经谂到方法，攞反弹系咋？写剧本抵啦，因为我抌唔到你啊！食屎狗，你隔篱嗰个以为可以放过你，收皮啦！即刻再掉，食屎狗！打到咁样都唔识匿埋，想搏我射中你之后咩啊？啊，又屈我啊，又屈我咩？杀无辜市民啊，契弟，成身血啦呢条契弟咯。有冇影到啊？嗰下抵啊，应该有影到啊。之前我哋系咪想射篮球失败？你记唔记得？我谂到个方法，顶你啊！喂，个波咧，听到啲篮球揼下揼下嘅声。喂，谂到啦，我哋稳阵仔仔仔仔，唉，写剧本啊，喂，帮你加啲烟花效果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啊？呢位朋友，啊，哇，居然冇死到，乜事都冇，啊？早唞，多谢玉速执笔达俾嘅小旗点，祝大哥听日努力翻公司有钱继续课小旗点支持大哥，多谢你。早唞，祝大哥喺 FC 廿四抽中蓝卡，蓝卡即系 TOTY 嗰啲卡系嘛 ？Team of the Year 边张劲啊？粗腰介绍啲嚟听啊！不过你好似未出嗰个咩，你都未知啊！嗰个咧，喂，嗰、那个惩教主嗰坛嘢啊，惩教主嗰坛嘢咧就系咁啊，有啲惩教主职员啊怀疑啊，就即系玩佢嗰啲囚犯嗰啲屁股啊。羞辱囚犯，其實因為有小道消息話，即今一次嘅新聞咧就話咧嗰個囚犯咧嗰肛門啊曾經被木棍塞到咧，而家要做嗰啲人造口啊，即嗰個腸已經壞咗啊，整到即係永久嘅一個傷口嚟噶，即係一個好慘嘅事情，即非人道嘅對待。咁即係佢而家已經冇辦法自己控制嗰、那個應該肛門嗰個排泄嗰啲要用人造口，咁啊當然係一件好悲慘嘅事啦咁樣。咁啊呢、這個懲教署，咁咧而家就鬧咗情況，我哋講埋劇情先。呢一直播點啊？呢條友一個月以後坐電椅，但係中咗彈，睇嚟正義鐵拳好快會制裁佢嘅。你俾我條死嘅理由啊！做法带佢走，我哋啱啱先讲完惩教主，我哋系咪要做翻啲天使嗰啲？你睇住佢。Justice can only be served by 只系透过处决嘅法院命令嚟进行正义。你该死嘅肉卒仲有人性。我哋上次就试过，哇！佢真系肯救佢嘅，而家就系、是、上次就冇理到佢啊嘛，你记唔记得？上次我哋拣唔理佢。记唔记得？即刻即刻即
即刻要唔可以再做呢啲衰嘢啦吓。咁咧嗰个囚犯咧就即系咁样啦，就嗰、那个即系肛门啊，我唔知系咪应该讲大肠定直肠，我唔识啊，就系咁样咯，受损咗。咁有小道消息啊，睇其他资料就话咩，其实之前已经有噶啦，嗰个囚犯曾经俾人点样羞辱愚弄咧，就包括攞手指。即係啲牙刷比較細啲嘅牙，即係硬物去咁樣撩啦。咁但係即係都係唔好噶啦。咁呢啲一定係變態同埋黐線，係性侵犯嚟嘅。咁但係今次點解會搞到咁大件事咧？咁樣，但係佢用咗木棍咯，即係搞嚴重出事，一定係搞大咗，即係流血不止啊嗰啲咁樣，先至會咁樣，先至。先至会咁，哇！扣咗劲多血喎，黐线啊！巨龙爆裂，臭情教处职员食屎狗，羞辱囚犯，你唔使知，唔使知走啊！话俾你，点解烂坛？我就话俾你，我今日就专打巨龙，打翻你哋下体咧，你点搞？好，呢班入去先，唔使急。第一班傻仔，乌盾，抵啦！见到佢揞住巨龙啊，抵啊！知道几痛未啊？男人最痛，男人最痛，竟是这种。我哋攞斧头，咁中意攞硬物顶你个肺，我哋就攞啊！等佢过嚟，等佢过嚟，抌你巨龙啊！shit， 爆袋攻击，捉翻喺呢度先，远距离爆袋，边鬼个？哇！近近咪怼爆你咯，近距离爆你猪！好，我哋准备要惩治呢个贱种人啦！大家准备好未？食屎狗，听讲你喺度喺监狱度乱咁对待囚虐待囚犯系咪啊？有冇？啊，冇谂住玩啊，玩！而家试下你攞个嘢俾你怼落去，同埋搵个咩尖尖当当怼落去，等你啰柚睇下系咪玩，好好玩啊，好好玩啊！好好玩啊嘛，有冇得出嗰啲楼梯极，跟住抌佢落去？我理得你啊！个囚犯犯咩事？你做啲不人道对待，好似冇啲特别好嘅位喎，冇啊，唔紧要啦，老招式。北斗残灰拳叫咩啊？打咗落去，即刻爆咗血，食屎仔！哇，有刺子啊！我骨头残骸拳。仲有咩人需要投稿啊？啊，今日专攻下体啊！巨龙已爆，
咁啱啱呢度咪有几个谋利嘅咩？跪低啱啦，巨龙。嗯，系咪继续想玩人啰柚啊？出嚟啊！咁中意玩啰柚 ？Yes， 有得补血，训练晶片，哇，正有技能点。攞个电视先啦、啊。咁啊，听到啲好似火箭炮咁嘅声啊！入 K 啦，食屎仔，佢死硬，我话俾你听，匿埋整张接凳过嚟，咁中意搵人搵嘢塞嘅人肛门系嘛？入 K 哇！咁难掉啊！低能，仲有一张，仲有一张，唔惊唔惊？哇！攞个护盾先，点解用唔到护盾呢？喂，坏咗有北屎啊！喂，收皮啦！攞接凳殴死你啊，契弟！一嘢车断你只脚，抵啦，记唔记得？抽贱人，仲有啊！护盾，你死硬揸落去，我冇实人入江湖，报纸都卖晒，仲有假嘅咩？报纸都卖晒，仲想抵赖？咁啊，实你整个攞个吸尘机吸你屎眼啊，契弟，俾你试下冇咗嗰个直肠之苦，好唔好啊？多谢奥斯汀 K K K 俾嘅小旗点啊！啱啱又话咩？仲有投稿啊？咩要咩环保？我用个咩环保 X？ 点解点解要点解咁讲？吓啊！环保系好嘅吓、啊，不过就要睇嗰、那个点样，即系攞个平衡咯。地球先生病咗啦！呢支咩啊？突击步枪，攞个电视先，攞 mon 咪电视。呢度就系冲刺啊范围啊！哇吓死咩大佬？做咩我抌咗嗰个佢射爆嗰个 mon 啊？你相唔相信呢件事啊？相信咩先得噶？啊？要点样同佢对话？味道原来过喺呢度，温德尔的字吧。但系讲咪制裁日本教练森保一，点解啊 ？Last week I finished organizing。上个星期我哋咗全身系统整理完底下嘅嘢，而今日嗰个人该死嘅家伙出现，搞到嘢乱七八糟。佢哋去咗边度？
佢一定遮着，你要捉住佢哋啊，去清理呢一个烂地方，直到退休为止。日本输波，佢输俾边队啊？亚洲打亚洲区最劲得日本同韩国，佢输咗。伊拉克劲喎，支持啊！伊拉克过得不嬲啊！伊拉克又劲喎，又估唔到喎、啊、，OK 喎、啊。上次世界杯伊朗令伊拉克都有踢啊，啊？定系边队入咗？边队入咗阿根廷波？伊朗啊？定咩啊？吓？啊？沙地？硬、啊？好，帮我炸死自己友啦！爆头！爆埋呢度门！臭契弟！听到啲声啊！香港对伊朗，你觉得边个赢啊？咁巨龙，用手枪仲劲，你睇下，炸到佢血肉模糊，狂扫唔使惊。我炸爆嗰部车，连带佢死埋啦！攞住光啊！攞个嘢有冇挡到啊？车落去屈顶你咩？弱智啊！近佢底啊！巨龙爆炸！硬噶，巨龙已被击碎，北斗巨龙碎，有几多飞子弹？居然有人射我，冲埋契弟，准备俾人 打屎眼啦、啊！好多。铲开佢，一嘢打落去巨龙咯，打准啊！呢下真系大哥咩？你喺咩啊？话咩喺舞台剧打滚咗咁多年，你对艺发工单又有咩点睇？我呢几日忙，我冇跟得好贴啲。啊、世界的事喎、哦，佢發生咗咩事先？射巨龍，即刻爆炸！硬啊！呢架車可唔可以爆啊？往死裏打，用子彈飛！硬啊！唔使用剑嘅，乱咁对住啲车棒就得噶啦。射爆你手揸，射你嘅手揸位都系麻痹。压个手都唔断，咁样射咗咁多枪，黐线！艺术发展局去年香港舞台剧颁奖有不妥之处为由，不再资助咧香港戏剧协会举办今年的颁奖礼。戏剧协会开记者逐一反驳艺发局的理据，要求咧艺发局回收对呢个剧协的指控，并重新厘定相关嘅资助程序。会长冯禄德形容艺发局今次
一封公函就没有商量的转弯余地。希协对此感到惊讶，他说希协过往没有收取经费，没有收取会费，经费有限，每届颁奖礼均要补贴。对于艺发局指剧协举办去年的颁奖礼没有主动与该局沟通，冯禄德回应过去一直无需就颁奖礼向艺发局事先提交计划，颁奖礼主题及邀请嘉宾亦无需得到局方批准。他强调今次没有所谓偏离以往做法。咁要睇呢个就即系佢即系仲有冇上年嘅？我对上年呢样嘢我都未好了解。咁佢上年个所谓佢就话冇，一边就话冇啦。咁艺发局有冇讲到话佢偏离嘅原因系咩先？咁点解呢个即系呢个系点讲啊？即系舞台剧界奥斯卡咁，可唔可以咁讲？即系本身呢个就系、是、或者金像奖。颁奖典礼系咪咁样啊？啊？哇！食烟呢个契弟，你可唔可以读下你个蠢脑袋啊？如果你想过往人生，就唔该插手我嘅事情。啊，我头好痛啊！而家嚟拯救嗰个部分嘅人生啦，不如我送咗几把枪去医院，以矫正我嘅错误，解决你个朋友路易斯。不过呢个我哋倾偈之前嘅事咯。咩啊？佢已经冧咗我个 friend 啊！我不可以取消呢个袭击行动，但我必须对付你同嗰个警卫，所以我估系你累噶啊！我仲唔怼死佢啊？我即刻称起佢掉佢落扇叶咧！呢、這个打靶仔，咁你要快啲加快脚步啦！保护无辜人士。嗰条友都无辜，有冇搞错？走反嚟喎，傻咗啊 ！shit， 医院唔系咁啊！Casualties at Gibson Memorial Hospital. I need assistance.Possible hostiles in the vicinity. Possible hostile 可能就喺呢一度啦。医院攻击事件。我净系知舞台剧嘅好难生存咯、啊。我可以同你讲，因为咧一嚟，我唔知道其他国家系点，香港舞台剧一定好难生存。我都做过一次舞台剧啦。好啊！香港首先近年好啲噶啦，我谂以往咧，好似我细个咁，我根本唔会睇咩舞台剧，因为我之前都有讲过教育嘅问题，就系咧，点讲好啊？即系我哋学校，我唔知道你哋学校有冇做话剧啦，咁样咁，但系做话剧嘅时候咧，可能咧亦都唔系好认真做啊，或者个都系得啲老师教，唔系啲好 pro 嘅人。喺度教你做戏啊，可能你做咧都系被逼做，咁啊冇人培养过你咧睇哦话剧边啲系好睇啊，啊你睇日本仔嗰啲校园制咧，咪通常话咩演白雪公主啲啊好期待，哇边个做咗王子啊锡条女喎、啊、blah blah blah， 咁你都会咁佢哋都会好认真啊，想争做呢啲，香港冇啊，我哋嗰阵时嘅学生仔就系咧，即话千祈唔好揾我做添。要日日排戏黐线嘅，我先唔搞，你明唔明啊？好，跟住咧，跟住仲有咩啊？跟住仲有讲咩啊？跟住我就话你香港嗰啲舞台剧啊，咁你细个。
一嚟啦，如果你睇嗰啲，我咪話有啲有錢仔嗰啲啊，即係我有啲有錢同學仔，佢阿媽會帶佢去睇嗰啲咩音樂劇啊，咩胡桃夾子啊，或者唔好講咁多啦，睇去迪士尼啦，我細個都冇，人哋可能去咗咩鬼佬，細個喺美國迪士尼睇嗰啲簡單嗰啲 show， 咩獅子王啊好啊，咁你就知道哇，原來咁好睇嘅喎，可以咁，但係嗰個代肯定就基層嗰啲人從來冇接觸過呢啲嘅，咁就冇一嚟咧少咗培養呢啲嘢啦，唔會知道啊，哦睇個咩表演。原來好正，咁我媽嗰個年代即係生活艱難啲，肯定就會話：喂，而家咁貴睇一場呢啲，不如攞去食餐好啦！死啊！呢個 Louis 咪乖啊嘛。哇！咁勁啊，原來佢。我冇事啊 ，Murphy。我劲噶嘛，我冇事啊！哇，佢着咗手枪打赢特种部队咁坚。Oh, thank God you're safe. Thank God 你冇事，我哋好挂住你 ，officer。A little banged up.真系有啲受伤，但我经历过更差嘅情况。温德尔个贱种一定要为自己付出代价，佢会噶，几时啊？仲要等几多无辜嘅人中咗中弹先要佢付出代价 ？OCP 唔会支持我哋，佢都知道温德尔为佢哋效劳。我讲嗰啲嘢，我哋要罢工呀！纵使系知道雇佣我哋嘅人其实反对住我哋，我哋点样喺街头执行任务？都忘记啲机械人，不如再讨论。但首先 ，Murphy， 你又要进行评估，哇！又逼我做呢啲黐线。我会继续追踪情况噶啦，伙伴。但係近年咧，好似點解會多咗人睇啲舞台劇？你知唔知點解？啊，你知唔知點解？ Oh、my God, Louis, 其中一個我懷疑都係 Covid 啊，冇嘢好做咧，去唔到旅行啊，跟住咧一開頭係咩行山露營，跟住露到悶啊，跟住揾下嘢睇啊，咁跟住。同埋可能而家普遍個知識水平高啲啊，咁就會帶啲細路仔啊，即係而家咪好重視咁教育嗰啲僆仔，唔知幾咩三歲定咩學咩學前班咩 play group， 咁誒久而久之又帶咗呢啲咯，都多人睇啊，同埋通常同埋啲人咧肯投資啲搞 show 啊。即係佢可能嚟緊搞場 show， 例如你投資套戲，哇頂你咩下下幾百萬幾千萬，又啊古天樂啊梁朝偉劉青雲，咁不如搞個舞台劇係嘛？好似咁佢哋覺得好似搞演唱會咁，可能仲賣飛仲過癮。子華都搞啦，子華之前都同阿林海峰搞。我发现了个咩导演有冇用啊？哇，做晒啲支线人，阻止狡猾的囚犯啊！见到啊，救翻啲冻喺冷冻柜，搜集到犯罪证据，停止执行电椅处决。诶、哎，喂，有九个技能点？布兰奇博士，我要做评估啊！啊All right. 佢又打电话话今日唔得闲啊，希望你可以打电话俾佢，佢觉得有啲烦。She seemed distressed. Antonowski escapes from a high security. 安东洛夫斯基逃出个高度戒备监狱，而家警察都考虑罢工。如果留下某啲危险嘅罪犯逃狱点算？祈祷铁甲威龙喺隔篱。好有趣，讲啲嘢。
我而家有九点强化学习，获得额外 30% 嘅经验值点数，即系每射一个 30%。我已经有多咗 30% 嘅经验，即系咁样会多多 60%。咁一嘢冇咗四点之后，仲有五点。跟住咧，高度有咩加防啊？加多咁样嘅防啊，定加少少算？跟住仲有一活力，加多啲。自动重生喎，呢个都正喎，吓，慢动作技能时间，暴击伤害系打人巨龙弱点嗰啲系嘛？呢个咧就咁扣多啲血。成功出咩叫成功出击一名敌人就可以等下睇下小奇点先，你救咗我哋会永远感激你俾嘅小奇点，多谢你。仲有萧萧荣少爷，但马哥求你一阵，可唔可以有机会惩罚一个 Uber 司机？明明接咗一张单，话仲有六分钟到，之后兜咗劲大个圈，仲。总共打了两次电话俾佢，最后迟咗成十几分钟，因为要放低多个客先。我话你明明接咗我 order 先，佢带翻我话我唔知道，你问 Uber 啦。咁 Uber 系嗰个系统系低能嘅，我估啊，佢应该自己兜错路之类嗰啲啦。第一，即系有呢啲咁样嘅可能啦。但系 Uber 嗰个系统真系咁白痴啊，佢真系咁白痴。即是他未接完嗰个未完成嗰个客就帮他接下一单嘛，他又可以接，跟住就是咁低能㗎喇。就是咁低能。Uber 都唔系咩好嘢，我只能同大家讲都唔系啲咩好东西。咁点解我呢个唔加埋落去？喂，咁咪得咯，又再劲啲。Uber Taxi，Uber Taxi， 咁 Uber Taxi 都真系都系跟 Uber 噶，都系诶两样。总之香港做呢啲载客嗰啲好多都好多。开群之马，成个行业俾佢哋搞弯晒啦！你搭亲 Uber 都好好，你好有好彩。我都有听过啲人话，我搭的士冇你呢啲问题，达哥。我自己都觉得唔系咩好啊，即系都系好多呢啲问题，要打电话。Dr. 布蘭基，多謝你 call 翻我，我唔知點做，我都唔知信邊個好。咩事呢？我哋進行研究內容，嗰啲內容全部唔見曬啦，所有嘅資料都喺分局消失。如果有人偷我電腦，或者佢哋發現大部分嘅記錄都係資本內容，就會直接針對我。OCP 堅持將所有記錄咧留喺電腦度，但我唔信科技，而且都唔信 OCP， 所有大部分記錄都留喺身邊，都係寫喺筆記簿。所以你知我找不到哪个好，他想扣我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家你那里不安全，来汽车旅馆。哇，我知道哪里 motel， 多谢你。大哥最新消息 TOTY Icon 确定有95大哨，有啊，好啊，听日希望抽中啊。好，垃圾征费最新消息同大家讲，吓，做啲咩面试邀请啊？咩嚟啊？请人喎，啊，
最新系咪话咩八月一号啊？决定延迟唔推行。我系受惊咗嘅市民，我边个咁样噶 ？Murphy， 你忙唔忙啊？系咪有单咩案由可以帮人处理？啲家伙好棘手，可唔可以介意处理？不过咧，问题啊，真正问题就系你忽略我通报嘅电话，我系调度员，唔会接咗电话然后唔采取行动嘅。咁你要话俾我听，系咪我毁咗自己噶？我嘅海产店，好多人试图令即系呃保险。你够胆咁屈我？我家世世代代都服务呢个可怜嘅社区。你应该知道好多人想抢嗰间铺，但唔似你啲人，我永远唔会卖俾 OCP 啲贱种。我需要同今日啊，我报警梗系唔理我嗰个契弟接线生。等阵先 ，Murphy。我谂嗰日从事调度嘅新伙伴造成，你不如睇睇啊！即系有条友，呢条友走去报警，话间铺楼俾人打，俾人搞，跟住咧佢话报差人唔受理啊，冇理到佢。政府宣布垃圾收费的法定生效日期延至八月一号，是法例通关后第二度押后。而政府部门同相关楼宇将于四月一号。试行实施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，以往单靠文字用说话解说可能比较抽象，并非最好方法。希望新安排透过实地展示，令市民更加清楚了解。政府也有演练作用。他又指，本月26日起，售卖指定垃圾袋网路的计划将会继续。试行阶段，政府部门需要付费购买指定袋及标签。當局亦會物色住宅樓宇參與，由政府免費提供垃圾袋和標籤，即係延後咗啦。會唔會最後延後都係好大反對之後唔執行啊？會唔會？更衣室出咗啲問題啊，不如 check 下。咁多問題啊，喂大佬，咁多呢啲任大佬點搞得掂啊？点解你今日咁多呢啲嘢消息报道？先讲一单还一单先，都未讲完一单之后，就有人话：喂，点睇乜？点睇乜？啊，解答唔到咁多噶啦！而家呢啲时势都冇咩好点睇，有咩点睇？我同我报警嘅时候就系你尾股黏喺调度单位椅子上动也不动，冇警官。你出現技術問題，我同 OCP 回報咗。睇下佢自己講咗，嗰個驗仔同 OCP 回報所有事情，暗中破壞我哋嘅努力。咁唔啱，我覆曬所有電話，呢個唔啱，你要為此付出代價。嚟啊，放馬過嚟，我會同你打交噶。我哋係差人，你唔錯啦。你以前唔喺呢度，未來都唔會屬於呢個團隊，因為你咪真正嘅差佬，你走後門啊！你呃到人，但係千里之外就聞到驗仔嘅味道。推薦喎，攻擊警官同袍行為係違法，我不會容許呢件事發生。你梗係會啦，你兩個都係彼此掩護 OCP 戰種 ，bullshit！ 夠啦，史代夫，我哋離開 ，whatever man， 我攬咗個同我一齊嘅人啊，你壓力等級好高，我建議使用一個醫療包。我估嚟你唔系嚟检查我生命征象，要咩协助啊？我有人我接受到一个警察调查，有人话忽略人哋报警。你只除咗呢个意外啊，我怀疑通表咩啊？我以为电话坏咗啊，唔关我事啊。我话 OCP 俾咗新配备之后，问题开始产生。我有同技术人员提过，我啲打碟配电盘有问题，不过佢哋话系顶尖设备，不如你 check 下。即系佢话系定电话自己 cut 线啊，唔关我事啊 ，router 坏咗之类系嘛？边度有咩配电盘啊？我有人未经咩修改喎。聽筒功能，嘟嘟嘟嘟，輸入版面功能，冇嘢壞喎咁，你講大話喎，
电线睇嚟有啲错配，边条契弟插错线啊？唔识怼电话线啊？弱智仔咯！点样帮佢插翻啲线啊？我呢度啊？呢个警告有咩调查？啱啱打电话，我认为有人 cut 我线啊！保持冷静，警官喺路上，我哋好快抵达现场。我上次刑期都未结束，而你，多谢你联系警方，注意安全啦、啊。嗯？点解会自己播可疑嘅情况、啊？喂！有条友吃鬼咗个嘢，有冇咩异状？配电盘遭改动，通报电话接入一台隐藏嘅电话答录机。呢个现象好严重，绝对唔系每个电话系咁。我今日明明收到好多 call 噶噃，睇下我喺地图仲 mark 晒我复嘅 call 嘅区域，有个区域似乎空无一人。就嗰个废社区，我哋要 check 下咩事啊？机不可失，有个受害者正等紧我哋同佢道歉。好，等我处理呢件事。我结束嘅时候，我会话俾你听发现啲咩。我无法改变你承受嘅不公不义，但我希望改变呢一切。想造访你嘅店面开始，或者应该前往处作笔录，唔应该继续咁样。终于有人听我讲嘢，希望今日结束前就可以见到你，否则直接同市长报串。好，我搞定呢个调查，即刻过去。Good， 我而家走先。呢个应该确认该地区嘅机会，系咪 ？I agree。如果你冇忙于其他任务，或者可以加入我嘅。嘟嘟。但我经过跌甲威龙车引导神童，咩都问我，咩深水埗激光剑啊，我又唔知咩嚟，好似有单搞啲类似夜缤纷啊嘛，搞呢啲咩活动啊嘛，算如果政府搞好难得喎，即系政府好少可搞呢啲咁科幻嘅嘢喎，咪净系搞嗰啲好。嗰啲咩舞龙舞狮啊，放下烟花啲，即系传统嘢。佢而家有得搞呢啲，如果佢我唔知道搞成点啊，我冇睇到详情，我都想睇下。问埋咩恒指啊，黐线！我你就真系我系咩？咩 ChatGPT 啊 ？AI 啊，出唔到去喎，咁我点进行嗰个咩任务？有冇人问个 ChatGPT 买股票啊？啊？有冇啊？佢讲嗰啲准唔准啊？有冇人知啊？扶机啊，扶机！你问我呢啲就唔系扶机啊，真系有。要俾我啱啱咪更衣室好似系咪有啲咩讲啊？有冇啊？仲有冇咩支线人啊？睇清楚先 ，check 一次。有冇欧文尿啊？都系 KH Man 俾小奇点，有求必应，黄达仙。我系黄达仙，第一件事救咗自己先啦、啊。有求必应，唔系真系激光，系揈光管都好啊。喂，政府好少可搞呢啲噶，有得揈下光剑，即系佢真系播晒 Star Wars 啲歌咯。我都觉得几正喎，如果喺深水埗搞，即系吓，即系成扎 coser 喺度喺深水埗度片又好嘥巴喷喎。我有把激光剑柄噶。Murphy 嚟啦
我话俾你听，隐密啲，我查到嘅资料。哦，我谂到一个地方。哇！怼呢支锥落去，跟住嘟嘟嘟，新嘅 OCB 计划，我会俾你呢个可能性。我会俾你空手而回。我至少话俾呢件事，呢、這个计划叫来生。我、哦、呢、這个就系我当时探监嘅时候佢讲嗰啲嘢。咩来生 ？Afterlife。来生，所以 OCP 有个人同温德尔执行紧另一项咩大 project 啊？如果唔系贝克会系边个？真系唔好意思令你失望，一群忘恩负义贱种，你冇谂过会出现喺呢度，既然攞人喺度，俾我开心啲啊！如果已经唔系咩嫌疑人，咁系边个咧？既然我哋都咁谂，直接讲啦，会唔会其实系老大哥咧？嗰个够胆咁讲嘅，真系向天借胆，无论。不过都系祝你好运啦，就算呢件事系真，边个够胆喐佢啊？你哋老板唔似你哋啊，仲有嘢要做，必须为展览会做最后准备，祝我好运啦。Good luck. Good luck. 会一啱，我哋唔好毫无证据指证人，仲有掌握到咩资讯？睇嚟温德尔揾咗另一个帮派搞，呢个帮派知啲咩？一个人收钱办事嘅枪手，佢俾一大笔钱嘅呢啲人嚟执行任务，冇识得 I T， 布兰奇博士电脑都俾人轻，咁我哋揾到新线索。梅菲，帮我继续铲条线，我继续揾嗰、个博士约咗我去汽车旅馆，有性暗示。我要同你一起做执行人物，但沙钱我要你留喺度，冇计倾。有人话咩？深水埗玩光剑好正，我唔知条点搞，不过政府搞就唔系好期待佢有搞得好噶啦，但系都进步啦，都话咗我哋除咗闹嘅惩罚人有啲进步，即系对佢嚟讲已经一大败，即系1%嘅进步噶啦。吓、啊、又有边个啊？边条契弟有咩总统揾我啊？系嘛？好好噶啦，已经算系啊？点解会拣咩深水埗嘅？点解佢第咁呢个活动系点解搞？你揾我，哎呀，哇咁串嘅科学怪人揾你，我唔想一直老调重弹。但选举已在眼前，呢座城市未来面临巨大风险。呢、這个就系所以点解我想同你讲，我想赢得你支持。你想要啲咩啊？我照白咪要钱，我要俾钱你啊！容我提醒你，市长先生，你而家讲紧嘢犬儒犯法。如果达成目的，我冇所谓。你同我好清楚，唔好俾 OCB 治理呢个城市。可能无意间听讲老大哥本人惹上嗰啲严重嘅指控，你需要知道咩先会支持我呢 ？I will think about it。好，慢慢嚟，但系得两日就选举啦，唔该快少少开条件。吓、啊，咁样又支持？低能啊！我讲两句咁啊，倾下偈，我啊谂一谂条件先。有人问你，喂，你翻工你几钱先肯做啊？我话谂谂先。佢话哦，你跟住佢就已经递信俾你话，诶、你其实听日已经系我哋公司员工啊，黐线吓。得个点睇政府派15,000张美斯门票，达哥一张都拎唔到。因为我不是被选中的人咯，很简单呢、這个嘢，呢啲唔使问啊。点解？因为我冇做。点解我嗰啲活动你冇？即系我搭潮台嗰啲活动，你哋攞唔到啊？有时，因为吓，点解就系我个活动好简单，因为礼物太少吓、啊，你哋唔够。有几个原因：一礼物太少；二唔够合作，系、啊、三。平时唔系乖细路咪冇咯，咁我喺佢眼中可能又系咁样咯，吓唔够 friend 啊！
唔够乖咯，冇 share 政府嗰啲嘢咯，啊冇冇立即支持咩咩垃圾袋咩咩收费税，咁咪咁咯，系咪啊？系咪可以去得噶啦？啊，应该得噶啦，系咪揸车啊？啵啵。一万五张美斯飞啊，派晒，咁点派啊？我都唔知道有得登记，我都冇登记到。佢喺边度有讲过啊？点派噶？咩人可以攞啊？喂，做咗呢个可疑情况先。你咪揾咩 Doctor 乜啊？希望会有另一欢呼的观众令我慢落嚟。选举工作如火如荼啊，咪好咗，啱啱去咗一个酒店，随时同我了解一下。真系唔相信我见到你出动。Murphy， 睇嚟你真系好开心，有多位武装嫌犯。掌控个商店，我都准备去啦。你要支援噶，记住你所有野战训练啊！我唔会令你放弃，我哋会守住附近地区。喂，嗰、那个派嗰个飞我醒起喎、啊，喂，呢位老友，我记得好似嗰啲公益飞嚟嘅、啊。你讲啲唔讲啲，你隐瞒咗资讯，嗰、那个好似系俾啲有需要嗰啲人士，即系特殊团体嘅，咁梗系冇啦。咁我嗰啲飞咁梗系俾有需要嘅人睇啦，即系人哋可能好唔开心啊，或者有啲咩不幸。哇！我醒起你个人，你讲呢啲啊，立心不良嘅，你呢啲说话就系点解咁样啊？讲呢啲又，即系攞呢啲嗰啲病呢啲开玩笑，有需要人士呢啲系好好唔好嘅，呢个系要改善，你知唔知啊？假，冇攞呢啲开玩笑啊！市长嘅 poster。有位美斯话：，大哥啊，你徒弟咩？我俾张飞你，晨早啦，喂鱼啦，契弟，起身先啦，请你食鱼啊，啊，帮你补下 DHA 啦，食沙文鱼补脑，啊。喂，你阻住我啊！阻住我契弟，啊！哇！佢射到咁样啊！呢条友几癫啊，几狼啊佢都啊！喂，走开啦，哥，你顶住。硬啊！喂，硬嘅跌车来起身啦，起身啦，佢队。呢条鱼啊，切咗一半，有个刀喺度，生锈刀，硬啊！咁呢个系咪都系惩教处？咁即系射人啰柚，咁即系教人啰柚。你下制都唔使似有屎，你就正宗生。你下制就真系冇屎忽啦，话俾你听。
听讲请姜涛同 Anson Low 表演俾美斯睇吓，真定假啊？作噶嘛，黐线，点会啊，大佬作噶嘛？佢咪嗰啲卖黄牛嗰啲，即系而家惊卖唔出，跟住想嗰啲姜涛嗰啲。嗰啲 Anson Low 嗰啲 fans 入去啊，点会有可能？点会睇波会？哇 ！Oh God！ 点会卖唔出？你炒到太贵，咪卖唔出咯？Open the door， 巨高手。Oh shit， 佢系铁甲威龙。呢度你朋友搞错，你唔应该嚟呢度。OCB 唔应该涉及呢个社区嘅事。而家 OCB 请嘅警察雇佣兵，唔想招惹麻烦就走。我只需要你投降，我不听从罪犯嘅指令。如果我想惹麻烦呢？你根本唔知自己惹咩上咗边个，愚蠢啫，多屎路！我捉个人质，如果你够胆尝试任何傻事，我就打爆佢个头！快啲破门啊！佢捞紧子弹啊！系边个硬噶？唉，人质我够啊！我啲阿公仔毫无此次一丝丝嘅尊重。对 OCB 而言，啲价值都冇，但我错怪你，你绝对比 OCB 嗰班贱狗啊，仲似人类。哇，真系刺激啊 ！Good job, Officer Washington， 多谢你机械人。搞掂啦，又 OK。加啲咩能力好？专注啊，加点试下，有冇加到啊？冇 save 啊！鱼柳包啊，俾个小奇点。我本身想话政府有牙力拎飞出嚟派，但国龙美斯咁 friend 又会唔会有飞咧？冇心力，有需要人事开玩笑，引你误会，对唔住。咁讲清下次啫，呢啲就系啦，系啊，有时讲嘢我都会噶，啊，有时讲得唔好，咁你而家解释清楚，咁啊，大家知道啊，冇事 ，OK， 啊，你有时就系讲说话就要小心啲啦，啊，呢个时代讲错一句说话，可以后果好大好小噶。唔系我，哇！华盛顿啱啱枪战好激喎，你点可以全身而退啊？有冇有我劲嘅队友咯？全靠好队友，我对你改观啊！好，我嚟收拾啊，机械人，你可以翻去分局啦。有呢位朋友话咩嘅？我想问咩叫有需要人士？边个有需要人士需要睇波？呢啲唔系必需品，唔睇场波会死，定系睇完可以安心去死？你呢个说话咧，就系点讲好？就系嗰种，我都唔知点讲好。就系点解你会想同个即系如果有个人，我当我唔知啊，嗰啲有需要人士系咩？假设佢哋系患咗癌症儿童嘅。咁你系咪都会想佢哋有啲开心嘢啊？哇！佢哋见到美斯啊、英雄啊，即系你会唔会想同佢争？我而家直接问你，你会唔会想争？我癌症儿童唔准睇，我要啊！咁样你会唔会想同佢争先？系咪先？话会嗰、那个，帮我 mark 低佢个名，仲讲紧正经事，仲搞笑。讲紧正经嘢，仲喺度搞笑，吓，系咪先？
呢啲唔系情绪勒索，系真系唔会咯。我如果你有人问我，你话喂，即系如果有个我而家假设我有张飞啊，咁我如果我身边系有啲朋友，即系真系出现咗呢啲不幸事 ，touch wood， 我佢又好中意美斯，我即刻送俾佢睇啦，有乜所谓啫？讲真，咁你谂下佢嗰个快乐。即系你做呢样嘢，可能带俾佢喺佢咁悲惨嘅生活入边有一个无比嘅快乐。你见到佢开心，你都开心啦，系嘛？系咪先？即系你唔会想同佢争噶嘛？系嘛？即系你谂到佢呢一点咧，你就会明白到呢样嘢。將會有殘疾運動員咁，所以就唔好，即係我哋未知道啦，我唔知道係咩真係邊啲人去攞啦。但係如果佢你即係一下子就即刻。讲定话啊，凭咩啊？咁样又太过武断啦，就唔好咁激动啊！唔好咁激动，唉。咩啊？有一入饭店啊，咁快？诶，仲有呢个咩服务与守护啊？做啲咩？冇嘅，即系去到呢啲阶段咧，就系嗰啲每个人嘅观点唔同，系咪先？好，呢啲好难有一个完美，我都会答你唔到，我只会话我唔会争。我会同佢哋争，我买黄牛飞都唔想同佢哋争。即系如果你咁讲，喂，点样入去呢个任啊？吓咩咩咩咩？嗰个咩啊？服务与守护啊？点做啊？150几米呢个咧？90几米，咩啊？又叫我睇咩啊？好鬼长啊呢边，咁多呢啲黐线嘢，有咩日本甲府市19岁学生求爱不遂，到女同学家挥刀斩死其父母，打伤其妹妹，放火烧屋。该名男生被判死刑，成为日本少年法修例调低成人年龄至18岁后首个被判死刑的特定少年。哇，咁变态啊！黐孖筋，俾一个女同学拒绝高中4年级远藤裕喜。哇，好癫喎！冲入人哋屋企啦，即系总之求爱不遂之后，攞斧头、水果刀捅埋人哋父母，再杀，哇！真系斩人哋全家喎！跟住咩？妹妹负伤跳落去，即系喺2楼跳落去走佬，跟住呢个癫佬咧，仲放火烧人哋间屋添喎！咁梗系黐孖筋啦，呢啲唔使审啦，判佢又好，真系肯定要判啦，咁黐线都有嘅。即刻铁甲威龙要即刻冲过去救人啊！
乜啲任务咁，跟住咧呢度喂，我到咗咯喎。冇讲啊，佢会听到你，咪俾佢听咯。佢都系我花纳税钱嚟收你嗰个死贱机械人。啊，咁就系个任噶啦。What the hell？ 点解飞嚟飞去嗰个任？有冇人知道我要点样先可以做到呢个任啊？呢部车？我呢度危险漏油，哦，抄牌啊！原来呢个任务系服务与守护，即系我而家开晒呢个，我地图发达咗咧，咁我就可以即刻周到呢啲友啊！你知唔知啊？佢帮派藏毒地点啊，仲可以搞呢啲喎，啊？点样标记佢啊 ？OK。再抄人牌先，做咖啡仔。唔好讲咁多，第一次抄人牌先啦。我死我今日本身有弹嘢想同大家分享，但我唔记得咗添。我唔知道你有涉入政治。我对选举一啲都不在乎，但为候选人发传单，我得到免费嘅食物。交喂垃圾袋个征费税，我净系记得，即系如果你话我脑入边，因为太忙，我成个脑 short 咗，我净记得咧呢个咩征费税咧，有啲人咩今日喺度讲系咪有个人问咩拖把要点样抌啊，塞唔落个袋，跟住佢叫你咩锯断佢系嘛，系咪有呢啲咁嘅事啊？系咪叫你咩点样可以锯？我话抌唔到拖地拖棍点搞啊？跟住佢就话啊，咁你抌之前锯断佢塞落去啦，咁样啊嘛吓。好乱咁掉垃圾，俾告票，公众场合饮酒啊！ Drinking in a public place 喂，喺公众地方饮酒，美国唔得噶，我冇饮酒，我醉咗，而且我喺屋企，即系佢唔认呢啲酒樽系佢。驱战。我而家的确嗱，如果你要讲我冇证据睇住佢抌咧，我系周唔到佢。但系你哋想边个啊？呢条友都系衰，即刻啊！你想拣边样？罚佢钱定咩？冇所谓，打机依家可以做黐线嘢。点解你今日咁友善咧？全部啊，想鼓励？做天使啊，二啦。I will not issue a ticket. However, 我只口头警告。我建议注册 homeless 嘅协助计划。我卖冇家可归，整离开我屋企啊！佢话啲公园就系佢屋企，我赢得了公信力。我系咪都可以选市长？你话汤渣点抌？摆入雪柜冰咗佢咯，我教你啊，点样做咧？你摆入雪柜，哇呢个咩嚟啊？有手提包啊！你摆入雪柜，雪到冰，哇有哇，哇原来啲契弟抌偷偷地收埋啲毒品喺呢度啊！你摆落雪柜。跟住冰格冰咗佢，咁咪固体咯，咁咪唔会穿啊！你热辣辣倒落去个垃圾袋啊，实穿，你就摆落去，摆好似雪条咁样。呀，系咪好怕开长 game？ 铁甲威龙唔长咩？都长啊，只不过之后有啲大作先唔开啫嘛，咁咪做住啲短啲嘢先。阿奇都始终就系最多呢、這个呢条呢个规呢、這个问咩垃圾袋征费啊太多嘢唔肯定啦，即系太多不便啊，做得唔好。有咩环保团体都闹啊嘛，你话咩话有啲环保团体都唔支持话做得唔好啊，所以你又唔好话咩环保 X。
呢、這个呢、這个条例系连环保团体都唔同意。喂，讲开呢样嘢啊，醒起啦，就系、是、咧，你一讲呢个咩垃圾袋征费咧，我听到有啲嚟我屋企人都会讲噶喎，吓、啊，即系最多人就系讲，哎呀，阿妈即刻好担心，喂，死啦，要等咁第时抌咩咧，要罚钱啊，你快啲呢个时候有啲咩好抌啊抌。我即刻头零零，你知道我点答啊？我话我避，我又讲我避，到时要抌咩？问我攞啦。我话我避，咪几蚊个？你而家夹硬焗住抌啊，最戆居啊，白痴啊！即系藏咗，哎呀，我哋而家咁抌晒咧，就而家成间屋抌晒佢。我一定系搭啲黐线嘢，如果佢夹硬要逼我掉，咁掉晒佢啦，掉晒佢啦，全屋连埋家私掉晒佢，傻啊！即系为咗抌而抌啊，最戆居。有需要咪买咯，咩啊？三公升0.3，我都唔知几公升系几大，100公升系11蚊。咁买咪俾11蚊啦！喂，一阵焗住抌 Q 埋你啲吓、啊，有啲嘢都系嗰句好主观噶嘛，系咪？佢呢啲公仔唔啱噶啦，冇咩用，不如已经帮你抌咗，我都先的佢，咁佢又冇癫到，而家话即刻已经帮你偷偷地抌晒啲嘢。我啲朋友系话咩？佢阿妈已经帮佢抌晒啲吓。你知唔知有啲人已经有啲人屋企已经系咁噶，你知唔知啊？有位咩啊？有位朋友俾咗200小旗点，南梁大和老婆。大哥，我想申报，我早几日喺体育馆开工做清洁同转场嘅杂工。嗰晚做家人去到12点左右，有班瑜伽客准备用舞蹈室个女教练，唔知系咪洁癖，明明每朝7点开场都会吸尘。佢叫我哋咧去之前咧，咩叫推陈啊？咩推多次？我哋系可以提供呢种服务，但问题系佢嘅态度就是、去到之后问我你哋几耐之前推过陈？我答佢每朝做一次，佢就话吓4-5个钟咯，咁一定好污糟啦。而呢个女教练次次用场都系咁，咁唔知可能佢瑜伽佢觉得会掂地啊嗰啲啩，心灵要。blah blah blah， 不過我明白你的意思嘢，即係態度好多嘢都唔係話唔可以幫唔幫你，但係問題是你勁住，喂，幫我吸啊，咁梗係唔會啊，梗係猛噶啦，就係呢啲咯，呢啲就係你對人好有禮貌，咁人哋你梗係 expect， 你要人咩聖經？記唔記得啊？你要人怎樣待你，你也要怎樣待人。呢、這个嘅阿妈系记得系出自边度？系诗篇啊！我记得好似系诗篇119篇第8节。苏永俾小旗点、啊，你可以谂下餐厅将会系10倍成本会还翻俾消费者。某巨型连锁餐厅老细同我讲，因为成本由7位数变8位数。正啊！又可以促進，又可以令到更少人嚟香港。正啊！呢、這個即刻，到時有可能有人唔食嘢添啊！話喂，我煮嘢食咪要有垃圾袋，我咪要廚餘慳錢先，幫大家減肥，唔整咯。佢哋出街食又加咗价喎，咁点算啊？唔食咯，吓会唔会导致变成咁？呀，本身就系旧杂物。多屋嘅屋企嘅人唔使惊，你唔抌咪冇事。我惊都未惊过，我惊都未惊过。然后你更似我，一谂起咩政治啊头痛。
You're way too early. 你嚟得太早，单身八对八点先出跌先开始。我玩布兰奇啊，我唔系做鸭嘅，唔该。呢一个系计钟包房酒店，通常都唔会留低姓名。布兰奇五十几岁啊，啡头发，有时绑个马尾，哦，好 sexy 嗰个优眼女士啊嘛，405啊，可以随便讲个房号咩？一阵俾人搞咪黐线。你即系嗰个真嘅铁甲威龙啊！如果嗰位淑女冇办法满足你，我有办法揾个更年轻嘅嚟帮你揾个伴。佢话铁甲威龙可能都有需要，黐线啊！咁啊大镬！咁我而家报纸佬影到我，咪屈到我黐线，我冇啊！不铁甲威龙可能唔系性无能嘅，又唔惊，佢可以讲。佢好似嗰九品芝麻官咧，嗰咩赤秦时吞通奸，即系佢即刻除低个铁嗰个底裤啊！吓，我上次意外已经。吓，即系已经切咗咯，咁样系咪啊？吓，马太福音咩系嘛？七章第十二唔系诗篇啊 ，sorry， 我记错咗。所以无论何时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有冇人觉得我好劲？我背到呢一句圣经。有马太福音同路加福音都有啊？点解可以有两篇一样咩？点解？但我都记错出处。It's you。你嚟啦，好多谢你前嚟。你真系认为我有危险啊？你系咪真系关心我？只要我喺度，你就会有危险。哇，好大嘅官威啊！再话俾我听发生咩事？人偷走放喺分局嘅 PC 啊！但唯一有价值嘅就系我嘅研究笔记，系你嘅评估报告啊！有冇人知道你嘅研究报告 ？OCP 完全保密，得佢哋知。你唔会认为老大哥同呢件事有关系嘛？你喺犯罪现场有注意到咩可疑人物？No， 但自从最近有人尝试 hack Morgan 工程师，就喺我电脑上装咗我追踪。你喺我嘅私人电脑下载嗰个电脑最近嘅坐标，就喺书台上，或者可以帮到你。我会揾佢哋，令佢哋付出代价。其实就算嗰啲小偷想偷走我研究报告，佢哋都要大失所望。我大部分注记都包含我嘅结论。我知道呢个过程对我哋都唔易，但我肯定有进展。不如我哋进行最后一次疗程，我唔想做啊，唔做啊，我而家要做嘢先。你要遵守你嘅程序，又想叫我做呢黐线？你应该攞我嘅电脑 download 个 AirTag 嗰啲嘢。哇，个吓啲电脑咁样嘅咩？原来咁大部嘅嗰阵时嘅电脑。I have the coordinates. I have the coordinates. I got a special delivery for you. 呢个一定系契弟，嗰个有速递。我冇 order 嘢，我要你签名啊，唔该。可唔可以开门啊？喂，阿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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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RoboCop is guarding the target as you request. 打爆你巨龙啦！喂，布兰奇博士，有条友需要你嘅审判，知唔知啊？你点解唔做佢嘛评估？点解佢要帮啲贱种坏人做嘢？点解啊？佢哋系咪嚟杀我 ？Louis 有人要怼冧布兰奇，点搞 ？Is she okay？ 佢需要有人护送。Roger that。不如我哋攞散弹啦，好耐冇攞散弹。啊啊！哇！
哇，叫咗巨龙爆，哇，头都肥啦！你有冇见到一嘢车落去咧？攞吉他佢哋唔死，车落去啦！啊个脚都牛跛嚟，啊个啊个，巨龙二百，哇，仲未死，食屎狗！而家你要杀我啊！为咗个研究，你又唔好问咁多啦，老友，我会查噶啦。攞个凳先。边鬼个啊？啊！个头都照爆啦，好串喎！佢哋知道惊啦咩？想唔想食下玻璃碎啊？睇住啊 ，bye 啊！嗰啲我攞咩掟到咁啊？有冇人知？点啊？我要揾另一条路。我会开一条路，我唔知道你点嬲，但系呢条而家间呢间房間已经好热啦。啊噶，有冇字种？芝麻银，嗱呢啲酒店啊，我有时喺美国就系住啲烂鬼酒店，墙都烂，记唔记得啊？啊噶！这个热真的很难搞，车下去了，脚都牛跛你，一下车下去，起身啦，契弟，起身啦，喂，八婆，八婆在哪儿？那个八婆，同人打机轮啦佢，嗯，喺呢边啊？点解有动物声啊？系咪有猫猫啊？你系咪要救佢啊？点样救啊？点样救啊？救咗猫猫啊！真正嘅英雄。点会狗啊吓？点解啱啱有人话系狗一听就听到系猫猫？点解你哋会听到狗啊 ？Follow me， 假身份证喎，仲攞咗。我老死光头 ，kick 今日生日，可唔可以用 World War Cup 卡声祝佢生日快乐？可以啊，光头 kick 生日快乐。唔知点解个洒水装置冇作用啊？咁咪因为你个贱种唔肯，冇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冇维修咯，整你个肺！有冇贱种人啊？嗯啊！巨龙耳爆，啊！好串喎，老友，嗯啊！嚟阵啦，打爆你条脷啊！睇下冇咩汁先。死开啦！执嘢又要，啊？点攞啊？呢啲晶片，
喂，攞唔到啲底板啊？点解？黐线啊！好啦，咁我哋发救咗呢个故事讲到啦，我哋救咗呢个博士啊，即系发现有人想杀佢啊，应该佢个资料研究有啲咩重要资讯啦。咁啊，同埋而家选举在即啊，呢一个抵达律师，即系睇嚟好似好多人都想争取呢个铁甲威龙嘅支持啊。咁啊，而且啊，而家最大嘅问题咧，哇，顶你个肺！而家你嗰几方势力喺度争紧啦，同埋我哋发现警局可能有内鬼嘅，即系究竟即系呢个 OCP 啊，佢好似有啲人系有啲奇怪。哇！我以前都睇过呢个现象，好混乱。但我哋发现咧，嗰个内鬼唔系嗰个成日监视我个新仔差佬啦，亦都唔系嗰个背黑，即系嗰个有个西装友，亦都唔系。咁到底系边个咧？我哋仲未知。会唔会系路易斯咧？啊？我即开始理解枪林弹雨血迹斑斑，令人有好唔同嘅感官。我终于明白你受嘅压力有几大。我就系想讲多谢你啊 ，thank you。呢个我嘅责任啊 ，madam。而家点做啊 ，Murphy？ 我要跟随信号追踪博士电脑，你确保佢安全，知唔知？咩 safe 啊？点样安全啊？嗰啲人系咩人？温德尔雇佣嘅佣兵，即系喺医院杀我嗰堆契弟。温德尔应该心怀感谢，你帮佢减少咗好多开支。我期待收到一大笔钱。我明白啦，点解呢个铁甲威龙咁识搞咁幽默嘅？我好想有铁甲威龙嘅幽默感啊！点样做到？好。我呢个有信号，有人话咩啊？乔林，可唔可以达哥可唔可以用呢草泥马声同我老婆讲声生日快乐？之前撞咗车吓亲佢，希望佢快啲好翻，搭车唔好再惊。我唔知道草泥马声系点啊。问题啊，够达哥声啊？点样为之够达哥？即系好活泼咁啊！喂，你老婆系咩啊？乔立咩老婆？乔立咩老婆？哎，祝福你啊！唔使惊。是不是要咁样保持啊？好澎湃，劲快啊嘛！以前讲嘢，咁啊，希望你冇事啦，大步啦，即系定下经啦。吓吓吓都劲大声咁样讲嘢啊嘛！一长大咗咯，对说话就会有啲拿捏。以前讲嘢一定要劲快噶嘛，咁样讲嘢啊嘛，咁样先够，即系觉得咧讲嘢快咧就系有一种咩唯快不破啊，咁睇落去咧就会好有活泼啦。其实就知大个咗就知道咗咯，啊，唔系快就一定有能量啊，即系有啲老人家咧冇咩讲嘢，但系佢个说话好有威严啊，你知唔知啊？咁而家咧，我哋任务系做啲咩咧？咁我哋嗰个电脑，我哋话即系啱啱个博士嘅电脑咧就唔见咗啦。咁入边有我哋啲资料。咁咧佢话我哋咧喺个酒店度，除咗救咗佢之外咧，就话 download 咗个坐标。咁我哋就跟踪紧佢嘅信号啦。咁你见到咧右上角嗰度咧就会有个咩咪标喺度嘅。如果加咧就代表咧就系越嚟越近啦。咁我哋咧就喺呢个城市好似搵龙珠咁啊搵。
咁咪四围咁行啦。咁我哋而家你当呢一度已经行咗啦。咁我哋不如沿咗左边先，咁以防好乱，我哋由下揾上去好冇？我哋狗狗布丁今日生日，可唔可以用小新声祝佢生日快乐？布丁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啊！恭喜你啊，布丁！你同我只小白咪差唔多啊！其实呢一个系台湾版同埋日本版嚟咁，香港嗰个唔系咁啊！啊，香港嗰把声 Q 啲，但我做唔到，好可惜。我把声，诶呢度封嗰度啊！咁唔多系左边，阿王唔系咁啊！阿王讲嘢系咁样好白嘅，唔系咁嘅。诶，开始近。一時咧，你哋係咁樣嘅，即係你哋真係當我係 ChatGPT。一時就問咩咩點睇點睇，嗰一開頭興咧就係咁問點睇，而家又可唔可以扮咩聲啊？可唔可以扮咩聲？但係我都係咁啊，盡量滿足啦，盡量滿足啦，你開心就好。Okay, Murphy, 有冇进展啊？我跟随紧博士电脑发生出嚟嘅嘢。有咩发现你会话俾我听系咪啊？啊 ？Affirmative, Murphy out。差唔多到啦喎。可唔可以幫我翻譯篇文加改一改 memo format？ 你貼出嚟啊！你而家貼出嚟啊！幫佢翻譯一兩句。有人咩啊？仲講緊嗰單飛嘅，完咗同你慢慢傾，完咗同你慢慢傾。年纪大咗，讲嘢会慢咗，不觉得，不觉得，你曾志伟掌门人啊，而家都唔知几多岁啦，咩咩一样做到掌门人，你觉得佢讲嘢慢咗咩？咩又咁快，会慢啲啦，讲嘢快嘅人就不嬲讲得快啦。喂，又歪咗。奥运费高，周六大球场献技，世界足球传奇杯周六在香港大球场上演。出战这场元老表演赛的名宿，哇！有费高、皮里斯、奥运、贝加、杰斯、科拿、密马兰文，哇！我都冇得去，我真系要做直播我都冇。我见过杰斯啊，科拿有冇见啊？啊！奥运我冇，我见过杰斯啊，我同佢影个相，你记唔记得？有一年我哋喺黄埔嗰度，我见过杰斯。嗰阵时啲人话，嗰阵时仲传话咩碧咸有机会嚟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又靠，系咪爬上去啊？系啊，我叫个费高唔好嚟嘅，佢唔听话，我同费高都影个相。是不是这里前面啊间屋
喂，呢几难玩喎呢啲，可唔可以喺呢度入去啊？唔得。杰斯婚内情分咗啦，嗰阵系咪啲碎石啊？但系有可能遮住咗我揾嘅嘢，除非你有某咗 X 光透视能力，否则你系大海捞针。我就系有 X 光透视能力。Any joy？ 有冇啊？我要睇下底下有啲咩。咁你等下一两个小时之后会有货车嚟再走，又唔系话你有办法移走，你唔系咩火车系咪？我一拳殴落去，我力量劲过火车啊，契弟死老嘢，睇小我，铁三角，啊 ！shit， 你同个推土哥而家啊！我要去地底，嗰度冇办法落。如果你想去下水道，你要使用商场后方公架桥底下嗰个入口。Thank you, citizen。我觉得快慢唔系问题，系要考虑埋讲出嚟，对方理解到。细个可能讲谂咧，我讲啊得，大个就要谂讲慢啲或者有条理啲。系啊，我有时太快都冇个条理啦，我成日兴奋讲嘢，我劲快，我以前咁样啊，仲易啊，讲嘢就突然间有头冇尾啊，咁样成日都会咁样噶，因为你想讲得好快啊嘛，好兴奋啊，或者点啊，或者你又冇组织过咁样讲啊，好容易啊，但系即系你咁样睇落去，好似我会好兴奋，好 high 啊。但其实冇啊，后来大个就会发现，其实咁样下下都咁样讲嘢，就系冇重点。你见到啲劲嘅奥巴或者好似特朗普啊，你学嗰啲，你学美国总统历任总统讲嘅就系咁啊。特朗普 fake news， fake news 咁样噶，好油啊，系咪见啊？你又觉得佢好劲呢句嘢，好入脑噶嘛？系嘛？系嘛？贺岁杯将再度嚟香港啦！贺岁杯话佩奥尔喂想见，我想见佩奥尔。话摩连迪斯啊，再揾佢。温家宝又太慢，温家宝个问题咧就系下下都太慢，就系冇个节奏喺度。特朗普就唔系啦。佢突然间会就咁 fake news，fake news。Michael Jordan 嚟唔嚟 ？So Wing 你想睇咩？你实有方法揾到飞啦 ，So Wing。有一位受人敬重嘅死亡前往下水道，唔通下低要有 party？做忍者龟喎，你要 fake news， fake news。Louis， tracker coordinates。Louis， 坐标叫我去下水道，我而家要入去啦。我听唔到，收唔系几好。我已经带咗个博士去咗安全屋。Louis， 你讲嘢，你留口啊！留意你嘅脚步，可能好危险噶。保持联系 ，stay safe。你哋觉得边个讲嘢？有边个演讲家 Steve Jobs 讲嘢啦 ？Tod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 new phone, iPad。跟住仲有咩？佢系三盒啫嘛，电话、iPad， 做咩 Cup and Mac、iMac？ 跟住就最后就合咗噶嘛，佢就 Tod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a new iPhone。佢就系咁样慢嘅。咪嗰度勁人就係唔使講嘢，下下用呢啲咁嘅攞個聲，我都係學習緊，我都唔係一個好嘅人，但係就會想進步咯。最近逝去的受害者喎，馬丁路德金係啊 ，I have a dream， 佢係咁樣噶嘛。
I have a dream. 啊，可以防洪门，嗯，冇作用喎。咁要点做啊？坏咗啊？你个嘢坏咗啊！你个嘢。啊个！打一个！啊个！哇，劲到癫啊！我见到，砰！呢啲咩嚟啊 ？M 核令，嗰啲红红地色个 M 筋。咩知我扮得似啊？无啦啦讲咩啊？希特拉演说，希特拉演说系咁揼自己心口噶嘛？吓、啊，你会见到佢劲大力，好似星星咁样，啪啪落去咁样吓、啊，就交俾我啦。即系好似嗰啲卡通片咧，成日话放心交俾我身上，佢咪好中意拍自己心口，佢劲大力，好似吴刚师傅咁啪咁样喎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嗯真系可以交俾佢，所以点解佢吸引到啲友加入佢就系咁。但系咧，我细个咧，即系其实咧。我已經算係講嘢慢啦。我細個咧嗰啲阿老考試嘅，即係啲老師就係咁，都係好中意啲講嘢好快嘅人嘅。佢就會啊嗰啲，尤其是嗰啲女仔嗰陣時，細個阿老都普遍中意講嘢勁快。Today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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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即係嗰啲咁樣咧就快就可能其實有利啲嘢，因為你快嗰啲口音冇咁重啊。割啊嘛，快刀快刀斩乱麻，我知点解咧？用呢啲机枪咧做嗰个突破咧就会咁，佢计每射一下咧就会加速你，佢唔系计时间嘅，佢系计你嗰个几多飞子弹，即系嚟界定个慢动作嘅，你知唔知啊？喂，做咩事啊？呢度有咩事啊？有鬼啊！我有巴士啊！我嘅机械系统出咗问题。我揾到信号增强器。呢个有个 OCP 通讯网，第一个佣兵喺度搞紧。佢哋要啲咩啊 ？Whatever they are planning， 我都会怼爆佢。突击步枪74 AK74。整罐火水先，喂呢、這个系咩事？眼都盲，再咁样睇落去。原来一射巨龙即死。Enemy puts an extra resistance。又见到佢射嘅巨龙。哇，咩事啊？低能啊！我掉落去个火水炉，跟住佢爆炸，人体炼成啊！哇！炮塔喎、啊、有，黐线呀！喂，我灌火水炉啊！睇下先，乌鸦，请你食哇！
我啲血点嚟啊？好彩冇扣到好多。攞个电视机哼落去先。诶，呢度仲有个副锁水路。更啊！攞个 mon 车落去先。张凳越嚟越劲，啊！咁都唔懒，巨龙爆波，哇！佢真系射爆佢巨龙，收尾吧！嗯啊，好 hack 个炮塔先，嘟嘟嘟，可能会拿来对付你。咩事啊？边个啊？喂，我咪 hack 咗你嘅咩？你黐线呀？你冇病啊你？马近，我以为可以拧呢个炮塔过去打佢，唔得嘅。我要去呢度。喂，360度都有嘅，好彩开咗护甲啫。佢黐线。边度射我啊？其实系啊，咁点啊？落翻去啊？食屎啦！嘈冤巴闭，真系火都嚟，烦到咧。hack 啊喂，而家整翻好佢先，好啊，救我癫，我直接冲埋殴爆佢，你老板。话知你，原来呢度要入去。咩事啊？点解后面会爆一声？插个电先。爆咗仲 hack 喎，手痕啊嘛，睇睇有咩？呢个巨龙爆裂啊，睇住啊！硬啊！巨龙已爆。
哇，好多枪械，踢冲锋枪。但好彩我拣咗呢个散弹枪，我啦。有冇咩补血药？似乎哎呀，我有火水。我射巨龙特别准咩？系咩？系就好啊。边个系咁射啊？边度打靶？嗨！火云掌。嘟嘟嘟，呢个咩嚟啊？下水道地图。是不是这个僅限 CEO 溫德爾啊，他 Lewis， 我找到部電腦，Retrieving and processing data， 取得和評估我的資料。那些資料去了哪裡？如果想取得資料就需要用職員身份，而他們一直用溫德爾的資料。因為 OCP 用了溫德爾，是老大哥簽了他的僱傭合約。那個死老爺，我知道他搞了鬼，有沒有將資料發過來？我跟你在聊天，已經 upload 了。要令瑞德快啲睇呢个资料，就位俾你突击检查令。我而家 OCP 嘅 headquarters now。Leave the zoo 啊？点解突然间变咗英文啊？点解吓？嘟嘟嘟。你差不多了，我哋都时间都差不多了。睇埋呢 part， 睇下可唔可以完咗呢一 part 去，跟住收工。聊聊天啊，跟住聊聊天，唱唱歌。之前话你执唔到底板，其实一开箱嘅话已经执咗 ，OK。得我嚟紧去日本旅行，朋友话 APA 近酒店，所以 book 咗。想问有咩注意？听讲啲浴场有冇试过上去浸 ？APA 咧有咩注意呢？注意咧就瞓得唔好啦。首先就系张床细到黐线嘅，劲逼，好唔舒服，真系好辛苦。日本啲酒店普遍系咁啊，有即系。我几唔中意住 APA， 你是但 book 间 Airbnb 嗰啲可能都过瘾啲，跟住千祈唔好买啲早餐券，好难食。有一次系有人买俾即系嗰啲包埋，劲难食。嗰啲咩咩嗰啲咩汤嘛，嗰啲大肉肠，你过下瘾可以去嘅，但我又唔系好中意见到成扎人裸体咁浸，又唔系温泉又会想浸。但系咧，佢嗰个桶啊，好细啊，我都觉得好难浸。即系佢嗰个黐线，佢嗰个浴室咧，就个水龙头再加个花洒位咧，好易冚到啊！你小心啲啊，同埋个枕头咧好薄噶，好唔舒服。系啊，飞龙之汤咩之汤嘛吓。哇！我哋要杀上去啊 ！Murphy， 我分析紧你 send 嗰啲档案，原来你嗰几次评资料系我准备一份来生嘅报告噶。呢场报告进行紧，老大哥都出席紧呢个会议噶。只要揾出来生嘅报告喺边度举行，就可以令老大哥人赃并获。我就系 prefer 呢一种方式嚟捉住罪犯。我哋差唔多呢条完啦，我谂下铺就大结局噶啦，系嘛？我可以翻屋企啊，咁好嘅？呢度系咪执行最后一关啊？离开会点啊？啊？白痴！有咩可以升啊？
哇，有啲劲嘅晶片喎、啊，变更主机版冇啦，最劲啊呢个，诶执咗呢堆三格，嗯哼。佢呢个24，得得得，诶，呢个要左上方，下面两楷啊呢个。多了很多呢啲20%啊，呢啲咯。哎，咁啊召唤啦，又加咗，真聪明。喂，顶你咩？做乜鬼嘢褪咗出去啊？咁咯，24%。呢个斋向下几多啊？23多一点都好噶。呢个左右，我一个上下左右都有嘅，好唔好啊？16多少少，好过冇。跟住呢个上下，差唔多啦，有佢。好啦，倾阵偈之后唱埋歌，差唔多完啦。首先仲讲紧 APA 啊 ，Airbnb book 个独立屋，传统和室嗰种，其实成间屋都几靓，但唔知点解入咗去有种睇咒怨嘅感觉，加上日本区过咗8点好静，有少少恐怖感觉。我嗰阵时咧咪去 Nico 超会议，咪去过京都咯，去京都嗰度都系住啲屋，即系好似嗰啲 apartment 咩上2楼。即係有個鐵樓梯去2樓嗰度住，跟住一個大廳嘅劏房，劏咗幾個人，跟住咧就咁樣住咯，跟住又瞓榻榻米，跟住後來咪去拍同杜小橋拍嗰個堅尼地，咪去日本嘅，都係咁樣，都係有都瞓過 Airbnb 啊。跟住佢個壁廚好有即係好似叮當瞓嗰個位，嗰個最恐怖咯。如果你要問我，你驚有冇鬼嘅話，嗰個就最驚咯。啊，嗰個咪最驚。但係我冇，我成日匿入去睇嘅。有時我特登喺度嚇嗰啲攝制隊，匿入去等佢揾我。佢話得個夠鐘起身啊，即係我特登匿入去之後喺度，哇嚇！污糟咯，但係個壁廚會啊。咁你去日本，去日本去东京，唔知我唔系好中意东京，我中意京都啊嗰啲好玩啲。我觉得东京人冷漠啲啊，去得多已经完全唔介意住宿，还掂都系瞓，最紧要真系近车站。不同意，住好紧要啊！因为你去旅行一定好多行程跑跑滴滴，一定要瞓得好先可以回复足够体力，争好远。尤其是我如果去做嘢嗰啲，如果佢 book 嗰间烂鬼酒店，瞓得好差，第二日头痛，你已经嘥晒。旅行呢啲唔悭得噶，不悭得。我记得讲翻摩登坑个 post 啊，今日大家要留意啊。有個芒亨嘅芒亨撈嗰手機 game 嘅製作人啊，會嚟香港嘅啊！即係如果你想去見面會啊，了解多啲芒亨，如果你芒亨迷咧，就記得喺 Underground TV 達哥 Facebook 嗰度嚇留意，我會去啊！啊咩？总之住得唔系人越唔越大越好咧，我就觉得呢样嘢就无谓太悭，因为旅行就系 happy。咁你住瞓得唔好，瞓礼颈，咁就冇意思啦。啊，嗰几日
不過封劍遊人，封劍遊人唔敢去打得好屎，摸坑撈好易玩嘅啫喎，好易玩嘅啫喎，摸坑撈教你啊，好簡單。你開住部嘢，跟住有咩附近的獵人要狩獵，你就加入。通常人哋都百幾二百，你係勁到黐線。跟住你要執雞得噶啦，跟住你就攞嗰啲勁料，呢個就係我教你必勝法。跟住你帶幾支回復啊，唔會秒你啊！我已經試過打差幾十呢都唔會死，你就懟幾個應急藥嚇，咁就得噶啦。你黐啲劲嘅队友咪易玩咯。之前朋友住 APA， 凌晨三点几个女仔讲日本救命，然后咧喺房度玩，见到有个人影跑走咗，唔知系咪俾人执尸上房？哇，咁恐怖啊！日本都好恐怖啊，我都觉得去旅行都系几日贵一二百，一日都唔到一千有佢啦。但 APA， 我想知 APA 是贵过 Airbnb 唔系啊？我觉得 Airbnb 贵过 APA，APA 最 APA 唯一好处就是那个近酒店。但系我嗰次去 Tokyo Game Show， 哇，不得了，好辛苦，仲要剪片逼到咧，跟哇伸展空间都冇，跟住只脚啊 high 到个夹啊，哇真系想跳楼。disaster 嗰幾晚好痛苦，諗起都已經即刻覺得好，本身以今日做嘢都攰攰地，一諗起啲嗰啲疲勞，即刻諗翻你當時嘅回憶啊，好可怕！嗰個已經係靚嘅 APA 啊，叫 APA Resort 啊，真係搞唔掂。单人房细到似厕所，系噶。你决定你 book 个 APA 啊？有冇改啊？不过日本啲酒店好贵啊！我记得有一次咧，有个客帮我 book， 个 EA 帮我 book 咩京王咩，哇！嗰间房大到黐线，成千几尺。但系好似劲贵啊，两三千蚊嘛。咁祝你好運啊！佢話咩？佢 book 曬，咁你咪話咯。咁你 book APA， 我 book 隔離嗰間唔知乜乜酒店。我哋食完早餐見啦，嚇、啊、冇所謂噶。你講過啊？食完早餐見啦，嚇、啊！我話你頭痛你嘅事啊，我就唔 book 噶啦。我去旅行唔係去打仗嘅。啲貴少少，即係唔係叫你窮奢極侈啊？你有需要咪用咯，係咪？咁啊，又唔係話我一定啱嘅，我又冇歧視。咁但係我自己就覺得係住舒服啲，係開心啲旅行。咁啊，係咪仲有咩要講啊？傾啊？係咪啱啱有個人話咩有需要人士同係咪要想？讨论呢方面嘅嘢，同你倾下啦。因为我就唔想成个话题，因为转咗过去打成程机，大家唔 happy， 开心噶嘛嚟呢度系嘛？成日咁样讲到呢啲咁样，梗系带翻啲正能量俾你先。唔系啊，嗰、那个啱啱有人话咩诶咩有需要人士先讲嗰张美斯飞先，大哥点样头痛讲个状态？讲咗啦，啊点样头痛都保持到状态，头痛一定冇状态，咁咪食两粒必理痛顶住先。听日抽啦 ，TOTY。啱啱嗰位朋友系咪话咩？系咪有人话咩？普通人士都需要照顾？系啊，
我记得好似佢系咁讲，跟住佢话好多人士都需要照顾啊，点样界定咩为之有需要人士？好难界，我同你讲，每个人嘅呢、這个咧答案咧就系每个人嘅尺度都唔同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偏好啊，即系每个人都会佢嘅放嘅视点都唔同，即系嚟我身边。咁我例如我屋企有啲咩，我老人家病或者点点点，我咪会关心老人多啲咯，系嘛？咁如果你屋企系有即系有啲家庭系假设有癌症小朋友嘅，有 Michael Jackson 嗰啲，佢咪会注意。哎呀，见到啲小朋友好痛苦，咁佢咪会留意多啲咯。但系点都好，咁我都唔会就即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界定噶，系噶。好难话喂，咁点样边个帮边个先啊？咁咪尽量唯有就系轮流咯。今次帮咗呢个，下次希望都有留意翻其他啲，只能够咁啊。因为人唔系神，我哋所及嘅嘢有限，我哋嘅关注亦都系有限，一定冇办法照顾晒嘅。咁咪尽量咯，系咪先？但系个问题重点就唔想。即係如果佢哋有要我讓呢啲俾呢啲咁，我覺得好合理嘅。大哥，點解我咁激動呢？因為我以前大學畢業，我身邊都有啲朋友好辛苦先畢到業，但一個弱視嘅畢業禮就受盡掌聲，覺得佢先係最慘過辛苦嗰、那個。咁呢個世界對普通人公唔公平先？我覺得大家都係歧視緊普通人嗰種好刻意嘅所謂同理心。对呢啲残疾人士，觉得好虚伪、好虚假。嗱，你呢个咧就系因为咧，点讲好咧？我自己认同就系佢一个弱势嘅人。咁你知道啦，读书一定系要睇文字，系咪？啱唔啱啊？或者攞一本啊？即係你一定讀書，一定係要用眼睛吸收知識都勁。咁你話唔係喎，盲人都有摸特字㗎嘛？乜乜乜咁咪難啲啊？咁二佢完成到大學，佢係的確係比普通人勁喎，需要更加努力㗎喎，係咪先？即係而家我假設有個好似嗰啲日本以前有啲咩单手，好似咩露外咁啊，单手左手剑啊，点解佢咁历史留名啊？或者点解会嗰本书写得佢咁劲啊？因为呢样嘢佢真系要花好多努力去做噶、啊，即系或者好似 FC 24今年都有个刀片咩，即系有个系脚系有一只脚咧，系好似嗰啲刀片跑手用二肢，但系佢踢到波，咁呢啲都系劲噶。佢系值得赢到掌声噶，我系觉得呢一样嘢，因为佢系付出比人更多嘅努力，而佢亦都超额完成。佢系呢个系一个期望值，你明唔明啊？人哋冇谂住，佢唔系净系同理心咁简单，系因为佢呢个系一个即系高于人哋预期嘅表现啊！out of expectation， 咁所以就系咁解，佢唔系因为咁样，你明唔明？佢唔单止系因为佢嗰个残疾完成到，而佢系因为佢肯定系要付出比人更多嘅努力先做到，而佢又真系达到标，咁佢系值得嘉许，明唔明？可能有些人看落很普通，但有阅读障碍，但读得很辛苦，但这些不是物理障碍看得出，那我都同样认同的。如果他有读写障碍，但是去到毕业， 我都会给他掌声，我都是致以热烈的掌声。前提佢我要知道呢件事咯，咁你话喂，咁社会就系关注唔到呢啲咯，点点点咁，就系、是、我啱啱就讲啊，咁希望下次就系、是、咁，你而家讲完啦 ，OK， 借我把口，咁我咪会关，大家咪关注下咯，啱唔啱啊？但系咁你唔代表就话，咁我哋就全部呢啲有需要人士都唔应该关注咩？咁佢哋系需要协助噶嘛？咁你唔代表话。
佢你唔应该咁样谂，就系、是、喂，咁嗰班人又冇诶呢一班有需要人士嚟话阅读写障碍冇关照到咯，咁所以咧我哋弱势就唔理啦，咁唔会咁样谂噶嘛，咁呢个系错误嘅谂法，你应该话诶，原来我哋忽视咗嗰、啊、讀寫障礙的人、哦欸、我們都要平衡回先，應該這樣想吧，對不對？哎，我也是這樣說，有位人說得好，讚你的同學，你同學是厲害，但都不代表否定你的努力，我也是這樣說，對。红衣呢位朋友说得好，佢话同埋你自己知自己，自人最紧要系自己肯定自己嘅。其实你知唔知啊？唔使唔即系即系再大个仔少少，你就会发现所谓其他人嗰啲赞赏唔系咁重要嘅啫，或者你只系想要某啲人嘅赞赏嘅啫，其实系。你可能其實只有喂我阿爸阿媽讚你叻仔，你細個咁樣，好似你諗翻你細個，你諗翻你細個，你畫嗰幅好靚嘅畫咩貼堂，你翻嚟幼稚園，喂、哎、媽咪，你知唔知啊？今日老師話我畫幅畫好靚啊，貼咗堂啊，你睇下，今日媽就係話，喂係咩畫咗咩啊？哎呀，就係咁簡單嘅啫，其他人講嗰啲關我 Q 事咩？嗰啲阿茂，我理得佢啊，系嘛？系咪先？系咪啊？你就同我，老豆啊，今日咧放个学校学过咩？举手答咗咩问题？今日佢摸下你个头就系咁简单嘅啫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啊？理得佢，我真系唔系好 care 啊！即系你自，同埋你最紧要系自己认同自己。诶、哎，我今次做咗呢个嘢。有時我自己剪條片喎，誒今次好似做得幾好喎，我都幾滿意咁就夠噶啦，啊！即係當然啦，係人啲，即係你話喂扮嘢啦，咁你又擺上 YouTube 嘅，幾人睇又成日物雞人幾多 like， 咁有多人 like 梗係開心啦。但係我話自己肯，喂我有啲片有啲人，好似我玩 Kingdom Under Fire 都冇咩人睇啊，但係我都好滿意嘅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啊，係嘛？啊，系咪先？各有前因莫善人，系啊，系啊。做普通人都好辛苦，唔容易，我都冇否定呢样嘢。呢位朋友再补充啦，我只系觉得做普通人呢好辛苦，唔容易，但世间嘅价值对呢啲老弱妇孺特别关照。但其实真正为社会付出嘅系普通人。点解呢啲基本嘢连自己俾钱喺张波飞买，连自己俾钱买张波飞都冇机会，要让俾呢啲人呢？嗱，你呢个咧就系有少少，我觉得就有少少转咗牛角尖咯，就系、是、有啲做普通人好辛苦，唔容易噶。啊，咁我同你讲，就如果你谂下，嗱，我而家我又跳出嚟用其他比喻，李嘉诚都可以咁讲，哇，你估我吓、啊、你估我做长沙嗰啲做主席唔容易啊，好易啊，做长沙，哇，几十亿生意，你班有打工仔有几辛苦啊，朝九晚五，跟住收工拍下啰柚咯，我要同啊。美國佬啊，啊嗰啲美國官呢啲色鬼啊，咁如果佢咁講，係咪都可以咁？即係你咁樣比，係咪都可以咁樣比先？係咪先？係嘛？係咪先？佢都會咁樣比啊！好，即係點講好？佢都可以咁樣比。你班友係嘛？即係富人，每個人都即係你好難睇到人哋唔容易嘅地方啊！但從物理上嚟講，佢一定辛苦過你啦。即係佢如果佢弱視或者佢殘障或者點，佢好多嘢一開頭已經先天性享受唔到喎，係咪先？啱唔啱？係嘛？咁即係好
你如果咁样一层一层咁样压落去就系咁，当然普通人你权益都要重视啦，明嘅，啱嘅呢一点，但系你就有少少转咗牛角尖咯，即系啊，你话佢自己买波飞，本身买呢个波飞就已经好难，我同你讲，就算冇嗰一万五，嗱我同你讲，就算嗰一万五千蚊，我哋退一百，再退多几步，嗰一万五千张飞。就算真的拿出来卖都不是这么易买到的，大家说是不是，都是可能和牛佬买了的，你明白吗？我们退一万步，我们不要想到那么激动先，是吧？我们退一万步，我一万五张，一万五千张飞摆埋出来卖，我们不给有需要人士，是不是真的普通市民，我们普通人买到呢？系都唔系噶，所以我哋花时间咁样，即系针讨论呢样嘢系冇意思噶，系咪？即系你话喂嗰啲钱财政预算案啊，普通人应该点样享有，又点样资助嗰啲啊残障人士，咁样点样嗰个平衡位咧？讨论我哋系有意义，我哋可以咁样倾下，我哋可以花多。十零廿分鐘傾下，係喎、啊，即係好似啲錢分得唔係幾啱用。但係如果你討論美斯呢場波，你萬張飛擺咗嚟係冇意義噶，因為我哋普通市民冇嚟，我哋買個演唱會就知啦，係買唔到嘅，係咪先？啊！系嘛？我已经完美化解咗呢个问题，我哋错咗啦，我同你都错咗，根本系冇需要讨论，系咪？唉，嗰样嘛，啱唔啱？美斯居然炒窿咗，哇！美斯都会炒窿，啊！啊、人贵自知，我醒几个字俾你听、啊、人贵自知，唔使惊嘅，唔使惊啊！冇规合约冇规定佢上嚟，几钱啊？咁美斯哇正喎、啊，窿咗正喎 啊！现在真的是 Mira 同场表演吗？真定假啊？吓、啊，卖阿物都好睇噶，有阿祖迪艾巴嗰啲都好睇噶，都正噶。咁点解咁灰心，觉得冇美斯？本身定价太高，4880，咁系嘅，黐线4000多元 short 嘅，都唔系，都系俾啲有钱佬睇噶啦。如果4000多元，啊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有人话能够有能力负上某啲责任系幸福嘅，有啲系有时系咁噶。你有冇试过帮人好开心啊？每次我帮人好开心，我迟啲都会分享一下我帮人，我成日都好多事喎。即系我喺美国嗰啲咩 event 啊，有时见到有啲韩仔唔识讲，你帮到佢都好开心啊！够啦，呢个话题大家都唔使咁样继续讲落去，即系有即系点讲价值观念嘅嘢就好难点讲，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嗰个想法。是不是先？但就包即是怎么说，大家就要互相融入下，想下对方为什么这么想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是不是？不需要再这样讨论下去，没完没了。没完没了，你来这里都是 what happy 的。
讲呢啲做乜鬼咧？系嘛？个吓倾阿 Mira 唱咩歌咯？你话卖阿物咁唱咩？唱阿根廷歌啊？定踢踢足球啊？定唱下咩下捻下捻得得得得得得得？系咪唱呢一首歌啊？啊？咩 hit 咁你系咪唱呢啲啊？姜涛整个舞咁，你倾下呢啲咯。如果佢真系咁，仲好。诶，喂，谂唔到咩歌，帮你谂定啦。个高高高阿咧阿咧阿咧，定系咩啊？定啊阿毛阿呢吧？哒哒哒哒哒，阿一沙归沙，掟沙裤刀路，叫佢唱呢首歌。咁你傾下呢啲仲好啦，傾得咁認真，因為好似你咁講，平時過日子咁辛苦啊，講下白痴嘢好過啦，講下低能嘢，哎呀，風花雪月好過啦，仲繼續啊咁掘落去，係嘛係嘛，講下傻仔嘢好過啦，揾啲嘢笑一下。明天几点直播？预十点半咯，好嘛？一阵做嘢记得睇亚洲杯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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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咧就系咁样咯，呢个系嘛？呢个就保持态度。人咧有时会咁嘅，即系我忙啊，攰啊，我同你讲，但系我同你教大家点样排减压力，明嘅。我有时攰啊，你有时直播可能喂点啊，今日我一冇啊，咪 hyper 或者讲嘢，唉嗰啲啊，或者啲语气上，每个人都有啲情绪波动，正常噶呢样嘢。但系要提醒自己，诶，你有时会 feel 到自己，喂，好似咁样喎，点成日有啲。即你自己 feel 到自己都好似卡通片咧，嗰個咩小丸子嗰個野口同學嗰啲紫色嘅鬥氣圍住自己啲，哇唔得喎咁樣，啊唔可以咁嘅喎，咁樣係嘛？即散播呢啲唔係幾好啊！即你自己人哋都見到你都啲架又唔 happy， 你又唔 happy， 人哋又唔 happy， 即嗰個氣氛啊！那個氛圍唔係幾掂，咁你就諗下，誒咁點算好啊？咁啊做啲自己開心嘢啊，休息下啊，散下心啊，睇一達哥講咗白痴嘢，咪問啲白痴問題，睇下我點樣用白痴嘅方式答你咯、啊。大家鬥癲，咪依下咁啊！一時突然間你個嗰一下就會茅塞頓開 ，click， 哎呀，好似好翻啲咯喎，咁你就會好好多啦。真系人哋受掌声就恭喜人好料，好似中奖送翻出去俾有需要嘅人，做人我好开心。嗱 ，Chester B 呢个就系 good 讲得好。Chester B 咪系咁咯，佢有时都系咁啊，佢有时系咁闹达哥咩废啊，嗰搞笑，但系去到有需要正经嘅时候，你睇下佢就将个礼物让俾大家。Respect 呢位朋友，我一路有留意。平時鬧得最大力，你咪廢咯，大哥。但係佢係最，佢其實係最支持我嘅。佢都係其中一位最啫，唔係話其他人唔支持，但係佢睇咗好耐。佢有時講有啲人嗰次攞獎，佢有啲人都話：喂，點解呢個人講嘢咁激動都有？因為我真係有留意，佢真係睇咗好耐，佢真係日日睇。我真係冇，我未試過一開台見到佢講嘢，我有留意。但係佢你睇下，佢就係咁啊！佢應得噶呢份禮物係咪先？但係佢話佢唔打機要，不如俾啲有需要嘅人啦，係嘛？佢咪咁啊？係咪啊？佢就係咁樣，呢、這個真係好好例子，真係好好。我覺得對應翻今日咧，就係佢講呢句説話，真係最有說服力，係咪先？啊，係嘛？佢同埋佢，你睇佢讲嘅，佢一时搞笑，一时认真嘅，都系咁做人就系咁啦。咁辛苦，咁跟住好似你咁讲，做人好平时过日子都好辛苦噶。咁有时就系要癫下，搞下笑啊，明噶系嘛？啊？
又唔好咁讲，即系你呢位朋友，即系你又唔系话你有问题，即系我就觉得就有少少转咗少少牛角尖，就放松啲，又唔使话真系好似咁样嘅，你有倾有讲啊嘛，系嘛？啱啊啱啊，咁做人咩活到老学到老，虽然讲呢啲嘢好废，但系就系不断反思先系人生啊嘛。大家亦都唔需要咁样啊，即系讨论就讨论就开导，即系你想好似我之前都系咁讲，你想有啲人咧就接触有啲嘢啊，或者带领去其他度，咁一定系好言相向嘅。咁大家太激动，我成日话有时候有啲人咪会话咩，我而家要 X 闹醒你啊，咩 X 醒你边度有用啊，系咪啊？咁易鬧，你細個俾人鬧，咪個個都第一件事都唔開心咗先啦，係咪？講啲好嘢唔係喎，你最簡單好似做生意咁唔係喎，你行呢條路仲正喎，同你講都係咁樣講。你同我做生意嗱，我同你講，我即刻俾個優惠你，係咪最直觀就係咁樣。哇，係咩？咁樣著數好多咩？啊，咁個個人就自然過去噶啦，係嘛？係嘛？啊？系咪先？诶，准备唱歌啦！我哋准备唱歌仔啦，差唔多啦。因为听日我又要，听日又要有直播，系咪啊？你整首红人，即刻整啲正能量出嚟系嘛？啊！系咪啊？系咪啊？要即刻整，你唱我先啊！如果唔系有排倾，等等啊，饮啖水先，一喉咙都干。等等啊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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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曾一起走过的日子，现在剩下我独行，如何让心声一一讲你知？从来无人明白我，唯一你给我好日子，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多少风波都原闯，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不可猜测总有天意，才珍惜相处的日子。道别话亦未多讲，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。沉沉睡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情浓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，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义，只想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讲谁知？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
沉沉睡了，谁分享今生的日子？活着但是没灵魂，才明白生死之间的意思。青龙完全明白了，才甘心披上孤独衣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天有海有地。当天一起不自知，分开方知根本心极痴。有你有我有情，有生有死有义。自相解释当我不智，如今想倾诉讲谁知。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剩下绝望旧身影，今只得千亿伤心的句子。又话咩啊？咁你都讲得出，但系我屋企人啱啱问我点解华仔唱歌好听咗，我应该点答好？你话华仔不嬲唱歌就系咁好听，多谢宝宝俾嘅小旗点啊！我大哥真系考考天，沉沉睡了，曾一起走过的日子，现在剩下我独行。来明白生死一一讲你知，如何面对？你披上孤独衣，唉。都是诗情来梦比的小旗点，少少升不到 key 都好好听，怎会 啊我会升到好高，我拉二胡都得喎。咁希望大家听日咧，我哋会有直播啦，大家留意啦 ，Mon 亨有个活动又会有啦，系嘛？大家记得参加，听日直播重量级嘉宾啊，大家记得留意啊，知唔知啊？啊！咁啊，时间差唔多啦，你哋又睇波啦，都唔会再想听我讲说话啦。我亦都啊，放人，大家去睇波啦。曾一起走过的日子，现在剩下我独行。又系我自己一个独行。你哋走去睇足球，你哋走去睇踢波。沉沉睡了啊！好啦，欢乐今宵再会各位，今住晚安，多谢大家收睇啦！啊，系咁先啦，完。